我想，好，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时候一加一会等于一好像。呢？有提示哦，请各位小朋友帮我说出答案。我知这位小弟弟要帮我们发问，请你说出答案吧。这是一杯红茶加一杯牛奶等于一杯奶茶。没错，这位小弟弟真聪明。那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什么？我们盘古开天辟地，对不对？那请问，盘古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谁知道？快点讲哦！你说举手，你就举手啦。请这位小弟弟说。盘古是他妈妈生出来的。好棒啊！这位小男生真聪明。那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好，请问，今天目就播到这里。下一个问题就要等在下一集，这一集是搞笑笑话一，是